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是5月12号了，星期二了，上班去。明天要剪头发了。现在到客人这里了，要戴上口罩。准备出发。这边也是很严，要量体温，要量体温，还要检查。Morning. Morning. Can I check out with them? Thank you. Okay. 每个人要排队填写你的个人资料，然后要扫码。扫完码，填完资料，往里面走，坐电梯到5楼。地上也画了一大堆线，排队。9宫格，还是洗手液。好了，来这里开会。他们就把这些货推出去，已经捡好的货。这边呢，他们在检查这些货。OK， 日期。把那些东西捡好，再重新放上去。今天也是好货进出，把货放上去上面最高的那个地方。危险吗？看起来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空调里面的调度器，全部都在21.6、21.3、21.8里面吧。如果换成是你的话，你敢站在上面上去吗？啊，他们是用这种来检查跟检那些货，这两还可以上得挺高的，他现在下来了。